也有飞机飞来降落的白色沙滩。宁静的战车，安详的炮台，放假的战地，任何你入侵敌人的空，这里是一般一个和石头和浪漫的岛屿。北干是马祖的第二大乡，也是马祖拥有最多离岛的乡镇。若从南干前往，只需15分钟，您便可踏浪而至；或者，你可搭乘飞机从台湾直飞北干。宁静而浪漫是北干给人的第一印象，也是许多人对北干的永恒记忆。古国的北干，时间仿佛再次静止。随着烟消褪去，北干所流露的是一种遗世独立的渔村风情。至今，北干仍保有规模庞大且完整的传统建筑群落。若从北干的海上门户白沙出发，深入北干，沿路您将会和秦壁、桥子、板里和后澳等传统聚落相遇。当您来到秦壁，或许会发现，原来这就是你过去对马祖的经典印象。拾阶而上，依山耸立，一栋栋比邻错落的石屋，装点着斑驳山墙。秦壁汇集了马祖传统聚落的所有鲜明印象。漫步秦壁，走累了，不妨停下脚步，品尝飘散在石屋层林中的咖啡芬芳。澳口的花岗岩块，仿佛是盘踞在外面的巨龟，静静地守护着秦壁，大海的故事将永远被流传。位在依山北壁的桥子村，是北干典型渔村。随着渔业没落，所留下的竟是渔乡特有的宁静之美。桥子最具特色的就是村内大小庙宇林立，神鬼人多的特殊现象更是桥子所独有的地方特色。桥子渔业展示馆则完整保存桥子过去的渔业文化，相当值得您驻足观赏。唐旗村是目前北干商业与行政的中心，这里可以满足当地居民与来访游客一切的民生需求。与唐后道和北干龙岛相连的后澳，也是一处走过辛劳岁月的滨海渔村。村中的杨公八尺沟常年香火鼎盛，年节时分，村民更扩大举办祭典仪式。相传杨公八尺曾为民铲除恶龙之害，最终与恶龙同归于尽，因此杨公八尺沟遂成为华人世界中唯一没有流行图腾的庙宇，也是老板处特别挑选的百年经典路线景点之一。登碧山而小北干，海拔约298公尺的碧山是马祖列岛的最高峰。1400余阶的碧山千阶步道，可说是马祖地表上最具挑战性的步道，也是早年唐旗青年必须战胜的允许之路。从碧山观景台俯览北干，
可将本岛及周遭离岛的景象尽收眼底。特别是北关机场与塘后道沙滩交错的经典意象，更是一目了然。而连接在桥子与塘形之间的桥子休闲廊道，则是一条全长1公里的生态景观廊道。不管您是悠游漫步或铁马相随，沿途的海天美景都将为您的心灵带来心旷神怡的畅快。崎岖多变的沿岸是马祖海岸常见的地质风貌，但也有几处零星分布的沙滩，是马祖为旅人贴心准备的浪漫陷阱。还记得从碧山上望见的一抹洁白吗？那便是马祖地区面积最大的塘后道沙滩。由于沙质洁净细致，因此北干人给了它一个可爱的名字，叫做塘沙。而在碧山银色的流琴山、板山、里山所围绕的百里沙滩，则与五沙沙滩相连成一片的笔直海岸线。由于位在一方面，潮浪在季风的推送下连绵不绝，是盛夏踩水观浪的绝佳地点。紧邻百里沙滩的北干游客中心，则汇集了风景区所有的旅游资讯，是您畅游北干最好的资讯补给站。一旁的百里大屋是马管处依照传统大屋工法所修复的马祖传统建筑，里面延续了马祖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结构，完整复刻了传统聚落的居住美学。在板里和五沙之间的岩脉里，还藏有一处您不可不知的绝世洞天，那便是五沙通道。五沙通道即为北干的北海通道，粗犷的凿痕在海浪拍击岩壁的潮音回荡下，共鸣出徐令国军挥洒血汗执行北海计划的艰苦历程。位在北干大道旁的山腰处，有一座北干特有的生态公园——碧园。这里提供了一处缓步小憩的清凉园地。而由于这里原是军方园区，因此园内常可见到这样的绿植家园与纪念碑，宁静地回顾了战地北干的军旅生涯。用兵之道，躬行云上。在两岸对峙期间，秦山播音站正是国军新站喊话的重要设备。而位在大澳山的战争和平纪念公园主题馆，为全国首座以军事与和平为概念的战争纪念公园，是最能凸显北干战地色彩的地方，也是我国最新的战地景观园区。公园设立的目的主要在保存马祖地区珍贵的战地史迹。走入园区，不但能亲眼目睹早期国军所使用的各种武器装备，更有许多生动的历史照片，以感动回忆为主题，呈现军民与共的岁月，也见证当时两岸紧张的战争情势。此外，战争和平纪念公园也是一处视野极佳的观景台，在与各种展出物品的搭配下，绝对是您拍照留念的最佳景点。一旁的龙山与棒山，在退潮时刻两岛相连，蜿蜒其间的龙山自然步道更
动心条，坚持侧身、闪紧、观望、肌肉的多功能步道。喜爱生态旅游的游客，不妨来此体验马祖的自然生态站。长久以来，丰沛的海洋资源不但提供了比干之民生活上所需要的物资，同时也为一群南来北往饕客提供了丰美的食物，他们就是候鸟。每年夏天温场来越冬季，可说是北方自然生态的一件大事。由于地域的原地非常适合鸥科鸟类的栖息，加上附近海域提供它们繁衍育雏所需的大量养分，因此大约在每年六月左右，便有大批雁鸥回到北边附近的渔人岛栖息。不过，这些岛屿目前皆已列为雁鸥保护区，是禁止游客登岛的。想要一睹雁鸥生态的民众，可在每年的雁鸥季参加由马管处所举办的赏鸥活动，不只能就近观赏到雁鸥的美丽身影，还能在解说员的带领下，从海上饱览马祖多变的地质景观。位在北干北方的大千岛，岛上既有一条长约3000公尺的环岛生态步道，在此远眺雁鸥保护区的同时，也不妨留意身旁不期而遇的惊喜哦。岛上也放成功的台湾莲花鹿，近年已成为北干最具特色的生态现象。期待这座少有人类干扰的岛屿，能够成为他们的乐土，延续族群的生命。北干的渔乡风情，若是再搭配些马祖的在地美食，保证是让旅人忘不了的体验。从前，马祖渔获丰富，当地妇女会延长渔获的保存性，而将鱼肉加入太白粉、米盐巴制成鱼面，手工自制的美味广为人传，也成为马祖特有的美食名菜。带包鱼面回家，绝对是您马祖之行最佳的快食馆。有人说，来到北干，时间像是静止的。静静守护大海的前辈聚落，默默地呼喊着和平的战地母鸡，生生不息延续神话的黑祖端凤凰雁鸥，它们都是这样的安详和平静。这就是北干。啊，各位。